国外这个没有，他是足严重的，这国外啊都，而且假吼开始嘛是够迄啰，假吼开始嘛是够有一寡计划性吼，所以阮即摆目前的迄个就是讲咧，该封杀了吼，啊该把迄个病毒控制落来。啊，根据阮的调查吼，伊这个这片的这届迄个疫情应该是迄个后面传来的啦。因为你，但是即几天我们啊，因为因个片面记录啦，搁一寡后面个交拢接触即个病毒，所以即，大家即阵开始搁开始复原起来了吼，就是即生物安全措施，就是迄个五音委婉啦吼，这个部分吼，阮农委会会来帮忙你吼，阮个信用处会来帮忙你从重新搁徛起来，大家共同来努力吼，大家紧甲即个病毒清掉了，甲场清好整齐吼。咱重新来，搁开始来吼。阮黄姐之间，农委会嘛，会甲大家共同来过渡过这个难关的话，以上来。